起司的原料是？有选项吗？哦，你们先答。牛奶。答案正确。他们已经三题了耶！这个就不需要手下留情了。来啦，三二。还没打就做反应。二而已，还有二。还没一三二。你要不要？对啊。OK。换谁？我换队长。队长。题目是，垃圾车上的曲。啊。给爱丽丝。反拍嘛，他侮辱你们对不对？对，反拍，对，他侮辱我，侮辱我，打回去，耶！超有力量，死了，我胜吧，死了，我要胜出，上勾拳哦，不要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王然甫，王然甫，他直呼名讳，你直呼名讳，你直呼名讳。台剧《流星花园》中饰演道明，言承旭。答案是，我先亮。没有，我打言承旭。答案正确。一个。你看，要这样子多可爱啊！来，一、二，没中。一、二。哎，你们今天不把嘴唇打到外翻，你们不拉回家就对了。还 OK 吧？还 OK， 我有算好，就是有擦边。刚刚好。牛。2015年，侯孝贤导演在坎城夺下最佳导演奖。我亮了。我先亮了。快掉了吧？先亮的。聂隐娘。错。正确答案是刺客聂隐。对，还有前面有刺客，大声跟他讲叫什么？刺客聂隐娘。没有啊，刺客聂隐娘啊。对啊，大声念出来啊，让我感觉啊。有爱，谁？我们还没有得分嘛？这个换真真对真真，有，就已经被结束。这题速度题很简单哦。格林童话中，白雪公主吃了。漂亮。来。答对。耶。三太牙赢。大牙你不要那边喊呐。用力啊！快击。他们剩两次机会，金凤好下来休息。所以就是因为靠我了。抗议。下一题，令堂是指对方。好，来我来。2020年奥运在哪个国家举办？哇，没有选项。3、2、1，下一题。好，看了。好，他知道。你写的嘛，你起码写的偷。3、2、1，东京。在日本。答对。用力。用力啊！那你儿女应该会想看，先用力都不用力了。对啊。好，来。不用，收入够了。而且说在今天录的真的还蛮有趣的，对，对不对？都不能过。好，所以现在是几分？现在是豪顿6分。好了，赢了，豪顿赢了。哎，我们一路被你们压着打，哎。不够。
我们猎王大挑战的运动会还没结束，但是还不能结束。对，我们要上诉。好，哎，没错，我们还要上诉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集继续运动会，敢不敢？敢。而且我们队员都很优秀，很优好的队员就不换一样的队员。到时候下一集我们拼拼看，我们要反败为胜。等你，好，就给你等，下一集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